好，余文文，哎，余文文的体面哈，这首歌很好听。等一下大家有空的话，到 YouTube 里面去搜寻一下。那基本上，今天台北股市呢，我讲坦白哈，我们都多么希望说每天呢看能不能哈，就一直做多，一直做多，一直做多，然后什么事都不做，然后每天都大赚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开始让我的 tempo 稍微慢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接下来哈，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有新的一个节目。那么我觉得啦，我也不需要说讲得太激动哈，我讲出我的一个逻辑，让大家去欣赏。那大家欣赏完之后，要入会就入会哦。你先看一下哦，这是今天。今天早上在10:08，10:08哦，我们等于说你都知道我的135是非凡新闻台嘛，然后12345是非凡商业台都有。那在10:08的时候，我就说主力心太空，外资获利调节。那基本上面对台北股市这样的走势，我讲坦白，真的是越来越复杂，真的是飞来越来越有趣。那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所谓完整的一个所谓破解呢？我要把 tempo 放慢一点，因为我本来哈，我接下来三月份我是二月份是上广播，那广播本来想说哈，看能不能收音机直接放在这边。然后录录之后，因为我更不想上，上到干嘛？上到干嘛？然后呢，我们的主管，我们老板说：“哎呦，你要跟你在那个李州 TV 讲的东西不一样，我听你在放屁啊！我那么多美国时间去招收会员啊！”我得告诉你哈，我的一个所谓操作上面逻辑。那么，可是这个李州 TV 的时间比较短，那广播时间又乐乐等又高达将近有30分钟，还好没有出门哦。如果出门，我一定脸红啊！不要再叫我出门了，不要再叫我去什么上什么飞板，不要再叫我去上什么三立，也不要再叫我去上什么运通啊，什么中华台经，那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你们要的是什么？东西你们心中有答案，我建议大家哈，你好好把握这一段时间，因为接下来剩下最后，今天礼拜三嘛，礼拜四、礼拜五还有礼拜一，哦，三个交易日就要封关。相信我，礼拜一的时候，可能所有的盘中连线都是我在连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投顾老师早就已经跑出去玩了。那我觉得那是不尽责的，不尽责的来再变啊。我说主力做手操作还是架构在价格观念，这两个礼拜波变动非常快。那上上礼拜五的时候，我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啊，就台北股市有没有一路跌？上礼拜一继续跌，礼拜二继续跌，来到礼拜三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？我说主力心态总算由空转多，那把这张字卡背起来哟。那基本上呢？他当时这一波急杀将近500-600点，最快的一个水原因是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每天主力心态都是个标准的空，而且收盘小于关键价，而且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水 AC。就像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很清楚，这样 tempo 可以好慢一点啊，再慢，声音要压小声一点，就是因为它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收盘小于多方报价，所以导致礼拜三早上起床，你看到美国跟伊朗发生的一个所谓的紧张冲突，导致礼拜三台北股市出现跳。而当礼拜三出现往下跳水的时候，我有没有给大家看主力心态？我有很就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总算翻多了。在9:02，麻烦你把礼拜三的一个所谓的 Lite 打开。在9:02的时候，低头不是为了找笔，是跟你讲说9:02你就看到了。我说主力心态它是总算由空转为一个所谓多，所以礼拜三告诉你做多啊530点，然后呢礼拜四的时候一样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，借由连续性的多方讯号又400点，然后礼拜你看这是每天的嘛，从1月3号外资有避险需求，然后礼拜一继续杀，礼拜一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空，礼拜二继续杀，礼拜二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，那礼拜三跳水，礼拜三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由空转多，甚至还跟你预告946还有146，那就好笑了，因为那是加权的空方的防守价，还有 OTC 的空方价。那基本上呢，很多人刚开始看我的一个所谓节目，你们看不太懂。好，因为我的节目讲坦白跟一般投顾老师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跟我强调，我说我不看成交量，好，我也不看什么 KD， 我也不看什么高档扣底低档扣底这些东西，不管包括成交量 KD 乃至于高档扣底低档扣底，我想这些工具你们应该都耳熟能详。可是我的一个水节目，我永远跟你预告主力做手的一个水价格的观念，就是因为它收盘小于一个水空方防守价。我在礼拜四有没有跟大家预告这个行情在走一个水标准的一个水 V 型反转？你不要去管选举的，我还跟你预告就是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多，甚至在礼拜四的时候还礼拜五忘了跟你预告，你要注意啊，低点破低的一个水机会，而且119、119.73，你也得到一个水完整的一个水验证。礼拜五有没有先低点破低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先点低点破低？那低点破低呢？可能很多人说啊，韩国瑜跟蔡总统的民调差太多了，所以说呢，不管选后谁当选都会大跌。那时候是每一个人的一个水讲法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你要等到礼拜一台北股市开高走高才知道有卸票行情吗？还是在上个礼拜三美伊冲突导致于台北股市跳水，我跟你预告主力心太多，礼拜四跟你预告主力心太多，礼拜五的时候又是一个谁连续性的一个谁多方讯号，到昨天为止这样就546点。
你要怎么样在快速的一个时间翻本，很简单，当你逮到了一个属于趋势方向，你真的一定要勇敢去做加码的动作。当你逮到一个属于趋势方向，你一定要重压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为什么我在跟你强调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。因为如果我没有的一个属于主力心态，我发誓你自己看哦，礼拜五的10:04，当台北股市低点破低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放空。如果我没有主力心态，好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因为很简单，主力做手很喜欢搞那一种所谓的一个所谓骗线，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原因。那礼拜五跟你预告收盘大于关键价，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C， 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密集反转。只有礼拜一台北股市有没有如同我们的预期再创一个所谓波段新高？可是当它创波段新高之前，它是又做一个所谓摁头。可是当时我还是很清楚，10:38在非凡的一个所谓新闻台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还是多，外资持续做加码买进的一个所谓动作。结果呢，礼拜一台北股市有没有再创新高？礼拜二台北股市有没有因为收盘大于 147.92 空头基金？昨天礼拜二台北股市有没有因为主力心态多，有没有因为收盘大于关键价，收盘大于一个所谓 AC 再创一个所谓波段上面的一个所谓新高？好，开始咯。那么基本上呢，那你说老师，那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样的壮烈？你先看我昨天写给大家的东西哦。昨天我们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今天早上第一段你会看到空方时间，第二段你会看到多方时间，这是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我所跟大家做的预告。好，你问第二件事，老师，那为什么今天多方时间不止没有拉，而且往下杀？慢慢看，慢慢看，慢慢看。那么等于说昨天我先跟你预告了，今天早上再看一遍哦。今天早上第一段你会看到空方时间，第二段你会看到一个多方时间。好，来再看我们的盘前稿，在8:37之后，8:37有没有看到我在里面我有没有提到，我说收盘大于关键价，收盘大于 AC， 美国期货目前是下跌8:37，等同于你是我的会员，你是会拿到两份的一个所谓盘前稿。那我很自豪的告诉你，今天两个最大值完全都命中。我们先看第二最大值哦，我在里面我提到12112到12108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最大值，12112到12108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最大值。我在今天早上8:37的时候，我已经跟我的会员做了一个所谓报告，好，看清楚哦。就今天有没有再一次再去玩那一种所谓的高点瞬间过高，然后低点破低的游戏嘛？有没有在玩高点过高，又在低点破低？结果呢，这个12108还有1212有没有完全命中？就弹起来，我们叫会员逃；弹起来，我们叫会员逃。有，可是呢，逃。好，我问大家，那谈起来我为什么叫我会员跑？因为很简单，我在10:08，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 CG， 有看到 CG 哦，就是我传给非凡的一个所谓的标题，我在里面我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好，可是呢，今天我讲坦白的，我唯一没料到的是今天会杀这么大，因为我认为啦，反正呢距离农历封关剩下三个交易日，多头在想月线关键价，想要让月线持续维持红灯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月线红灯哦，没错吧？12月底12月31号再把重播带调出来看，当时我们跟大家预告大盘的月线红灯，谢老师慢一点哦，大盘月线红灯 OTC 红灯，这是为什么你今天看到 CIS 的概念股今天还在创新高最主要原因。那为什么在这一个月的上半个月你看到被动元件跟 K 效一样一直涨最主要原因？好，因为大盘月线红灯，所以就多头的月水角度，他当然是想尽办法要去守那个所谓的月线的月水关键价。可是呢，我始料未及啊，今天竟然会波动这么样的月水大，主力心态又赢了，因为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空。好，来看清楚哦。那你说接下来这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呢？基本上哈，我给多头一个所谓建议啦。现在剩哎，我问大家，你知道剩下几天要封关？有没有人答出来？剩下几天？来，剩下。五天要封关哦，封关啊，不是五天收月线，3天封关，然后呢，新春开完盘之后，总共有两个交易日就要收月线的，多头老外去，不要开玩笑，我这一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好，多头我奉劝你不要开玩笑哦。不要开玩笑哦，你不要月线绿灯，月线绿灯3月份杀到脱裤子哦，不要说我没给你预告哦。那么我们先讲极短线的，极短线的部分它是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好，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那重点在于周线的月水关键价。那我问大家，好，老师，我不懂什么叫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我请问各位啊，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C， 那我请问大家啊，明天开高怎样？
连开高怎样？开高一定会被杀嘛，开高大家一定想要卖嘛，开高我也想要卖股票啊，就好像今天你会看到627同心店留下这么长的上影线，那你认为开高我会不卖吗？当然会卖啊，大家一卖的情况下它自然会开高走低，那你说开低好不好？开低的话你只能看主力心态到底有没有办法由空转为一个水多，接完了好赶快解个股，好剩下最后十分钟时间，好，因为我现在时间都抓得很紧，因为到时候我们的广播录影时间是三点整，好，三点整，所以说我时间要抓得非常非常紧，所以说以后没有办法录到三点整了，大概录到56分就要赶快冲下去录那该死的广播，拍谁啦，我就事论事嘛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开头部每一个老板都是想尽办法要赚钱呢？我已经帮他赚了很多钱了，为什么还多那种鸟节目呢？那有的老师啊，就是都是用骗的，然后骗的啊，上节目之后就是打带跑了，上几个月之后发现没效果，然后就不干了。我是建议齁，我知道啦，有很多投顾老师在看我的一个水节目，我先问大家齁，你要去了解我的一个水操作上面逻辑，就像今天有很多人问我说，谢老师联发科怎么办？我记得呢，我在上礼拜徐先生就已经问我，我当时就预告说，奇怪，联发科基本面很好，你联发科你从报纸你可以找到任何利空吗？我找不到，今天我看到利空，过去一个月你有看到联发科任何利空吗？我记得借我的印象没有啦，今天有利空的啦，今天有利空的，可是你总不能等看到今天利空吧，人家主力做手，我们这样讲主力心态好，不要讲中实户好了，中实户空比较早，中实户大概在15天前就放空了，你看主力心态是在10个交易之前就在放空，所以联发科破底嘛。那我现在想说，如果说你第一天来股票市场，我要怎么带你赚钱？这张股票齁，这张股票我们现在是赚钱哦，还是赚钱哦，还是赚钱哦，好来来来来，你说老师你都没有讲哪一次，来这我也没先讲，来 GS， 我们直接跳 CS， 来我问大家啦，你说老师这是你遮起来我不知道哪一只啊，我问你啦，国巨的侧标你们不是齁，事前预告才是真的，国巨的侧标我有没有去跟你做任何跟动？有，唯一跟动就是它收盘大于 AC 或收盘小于 AC， 现在要从上个礼拜一到上个礼拜五，我每天唯一国巨的侧标就是收盘小于 AC， 还记得哦，直到昨天，直到前天哦，前天拍手更掉，前天今天礼拜三，礼拜一的时候，国巨一根黑 K 棒，我跟你预告收盘大于 AC， 就国巨昨天几乎涨停板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你们不知道事前预告吗？你不要事先预告吗？好，老师，国巨争议性太大了，争议人物，他 GDR 的话，折价发行的话会影响他股价，好，他会影响他股价，那我请问大家 ，CS 你有做吗？CS 你有做吗 ？CS 也就那几档股票，你要我背给你听吗？6271同心店，6451讯芯，然后327的原像，3374金财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我背不起来那么多只股票了。CS 还有6238胜利，因为那头一国的嘛，我只跟你算一笔就好。其实已经超过50块钱了。同心店这张股票我们做多久了？至少做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同样的6451的讯息也高达将近有55块，对不对？然后高买低卖来回做一个所谓价差，好， GS 没兴趣，来把国巨讲完。国巨很多人很喜欢操作，可是我只建议啦，如果你没有我的讯息，你真的不要乱做。当时在264块钱，每一个投顾老师都告诉你他是什么国巨的专家。在讲专家之前，我们今天照例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动态。今天台积电杀成这样子，你认为三大法人买卖？今天台积电杀到脱裤子，你认为当时卖？这根本连看都不用，台积电跟大力光两只一起杀，怎么可能会买？今天卖88亿。好，今天三大法人的外资卖了88亿。好，慢慢讲下去。结果呢，国巨264块钱，我告诉你买，涨到470块，涨了212块。好，然后跟了解我的逻辑。今天你所要找的一个所谓老师，不是涨的时候告诉你有基本面，跌下来的时候告诉你变成泡面啊，跟那老师一定赔钱的，一定保证赔钱的，来看主哦。然后呢，来到11月27号，我在节目当中，我们很就跟你预告，我说被动元件它的月线它要红灯，那我看到什么？看到月线红灯，外加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，所以国巨264块买不够，393块钱我还在买。那393块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它可以从393块钱很快速涨到475块钱？你要想这个逻辑，因为很简单，因为它的收盘都是大于一个所谓的月关键价，收盘都是大于一个所谓标标准准的 AC， 所以说一
档国巨，我们先赚290块，好，先赚294块，先放在书本上面，然后来开始记住奇异星，奇异星，奇异星，来这一趟我就不算，不算，我们直接算11月19号，来11月27号跟你预告被动元件月线红灯，11月29号利用急杀买进奇异星，奇异星先5只涨停板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跟你预告 AC 在111，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回撤 AC 站在买方，回撤 AC 站在买方，结果这样子又30块钱了，又30块钱了，好，那同样的，在12月27号跟你预告不要放空被动元件，为什么当天说跟你说不要放空被动元件？因为很简单，我在做多华新科，好，华新科47块钱一趟，然后收盘大于 AC， 然后收盘大于 AC， 结果呢又往下急杀回撤 AC， 我的节目就是这么难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叫做全方位360，因为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，更重要我要教大家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一个钓鱼技巧，你要想尽办法，拜托各位，你要想尽办法成长成长再成长啊！除了给你鱼吃，教你钓鱼技巧，让你四个心愿一次满足，老师啊，我不要学，你不要学，你可以去下载我们软体嘛，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得到主力心态，第一时间得到 AC， 啊有这么难吗？啊结果华新科又74块钱，对对，然后开始卖，上礼拜开始卖，好，证据都在这边，证据都做一个完整保留，然后做到2478的叶水大益，大益又一直涨停板，对对，好，开始了。从上礼拜一，哦，坐在椅子棍子屁股好痛哦。我们来个背景音乐好了，因为他们说谢老师啊，你不敢在该节目当中播音乐，不是播音乐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呢，会让我喜欢的歌很少。好，继续讲一讲。他们说不敢，这怎么不敢呢？啊，我的节目有在跟你如果来如果去，在那里在那在这里，不排除蟑螂又是蚂蚁吗？从上礼拜一跟你预告。收盘小于 AC， 礼拜二跟你预告收盘小于 AC， 礼拜三跟你预告收盘小于 AC， 好，383块，那为什么383块要买？因为很简单，一月份的关键报告有没有跟你提到国巨？有没有跟你提到6488环球金？有没有跟你提到？有没有跟你提到？那时候你来索取关键报告，难道你是看笑话吗？你不用去做环球金，我也没做环球金啊。可是问题我在里面写的。国巨383是它长线的支撑，383是它长线的支撑。浪费时间看老师节目啊！你看还是收盘小 AC， 然后礼拜四、礼拜五收盘全部小 AC， 就一路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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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到什么时候？杀到什么时候？来，然后礼拜一总算收盘大于 AC。日期2020年1月13号，跟你预告收盘总算大于 AC， 自己掉筹码袋，我没有这样子告诉你收盘大于 AC， 我头多下来给你当椅子坐，好，385买，383买一次20块钱，385买到今天428.43块钱，老师你不要脸，你怎么跟投顾老师一模一样，每天都买最低卖最高，开证据。385到428，麻烦你第二号重播带哈。我这个人唯一比较差的，就在国巨的执行力。我昨天有没有吓大家？我说今天国巨只要来到月关键价，我就要反手放空，有吧？我昨天跟你预告，我说今天国巨只要来到月关键价，我就要反手放空。我执行力今天稍微差一点，可是问题我不会被割所分心。来，再一遍哦，再一遍哦，427.5，为什么？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哎，我的靠腰，这边来，今天早上开盘前，昨天晚上睡觉前，你有没有看到国巨的压力落在427.21？你有没有看到它越关键在418？好了，余文，待会见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压力在 427.21？ 你有没有看到月关键价是落在多少？ 428。 这是为什么？或者是为什么今天要拜拜？最主要的原因，这样又43块钱，操作会难吗？一档国巨加起来362块钱，每一个人都告诉你被动元件是他的。我现在反过头来问你，你知道6271同心店明天多方价在哪里吗？老师跳痛跳好快，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会算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今天被动元件全部收盘就小于 AC 了。 Sorry，
今天收盘有没有收到 19.5？ 没有的，所以说今天国巨收盘小于 AC， 那收盘小于 AC 等于说明天就会往下去测周线关键价，拍谁我盖起来了。那你想要知道的，你手中有被动元件的，你手中有 CIS 概念股，你想要知道它多空防守价，还有 AC 的，这是你成功最好的一个时候，这就是你反败为胜最好的一个水机会。0223923988，少了百万的液水电视成本，我们把这么样多的液水好康完全回馈给大家，让你四个心愿，利用这一次的液水封关，不断的强化你的液水专知，强化你的液水专技巧，让你未来既从新春开盘之后，你自然就有办法反败为胜。0223923988，我们全方位360年度的一个最大专案，真的差一天差很多。记得改变红线，拨通掉再玩下去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